准备今年秋天上斯坦福，然后这个是上斯坦福和拿一块奥运金牌是我人生两个最大的目标。然后现在我能说我两个都达到了，然后非常高兴。我特别期待，我一直觉得我是很大的 nerd，就特别爱学习。然后我也是唯一一个全职高中生在，这么高级别的比赛中，在世界杯级别比赛中，所以呢，我一直特别看重教育。然后对哪个专业来说，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是，第二年以后才必须选专业，所以我有2年的时间去体验，然后看看我喜欢什么。反正我现在挺喜欢物理的，但是也特别喜欢写作，所以就是完全不知道，但是热爱最重要，所以我就去都试试，然后到时候再说。